Kita datang membuat murku dengan sekolah. Saya kawan-kawan ramai-ramai datang, tolong-tolong. 为了筹募慈济国际学校建校基金，马来西亚巴生印度裔的志工发起2+1募集义卖食材。 Kita buat rancang, lepas tu kita dari kasi 2 pack tepung sama 1 minyak. Minyak dia orang kasi share. 善的效应在社区扩大，志工行列不分大人小孩，一起为教育献力。 就是他们最会做的，又是最简单，就是最好是他们愿意出来付出。马来西亚巴生也有一群热心的教育人士，准备了1000个诉讼，要为建校基金筹款。一心一意哦，大家会的不会的，齐心把今天的勤务做完了。为了确保品质，志工严守把关每个细节，把包粽子当修行。粽子撞来撞去。 就会掉咯，掉了以后就是不成形嘛，就像在慈济圈子里面，你人多了，你自己没有调整好心态哦，就是会这样跌跌撞撞哦。社区里人人出力，要成就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。大爱新闻资深美职工马来西亚报道。